叫姐咩话？叫咩两百包，两百仔啊，两百包。我唔相信你特登攞咩喊吧？我唔要注意啊，你啊，我唔要吃饭去啊。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买哪买都便宜，一堆行啊，废气啦，真真就好啦。来两百包先咩吃？几间教你行？我讲真咧，即人餐厅做认真，认真做方便，做好吃，嘛都有，按规矩食着。哦，来，即阵啊，清菜面啊，落脚贵，即台湾无即落鱼啊，卖戆啊。台湾是，个个是假狗尔，无即落鳖鱼啦。来，要吃，要开300来，来两百块都，两百块会招一个人，叫咩好无？鳖鱼买两百块，今日无人要去吃。小姐，这几岁啊？小姐，鳖鱼几岁啊？小姐，来，小姐过年啊，来，鳖鱼啊，哦，你啥口呀？哎是啊，哎我等大家吼，暗号哦，讲无好啦。来，买五百，买四百，现在三十先，真正来三百，夜三就是三百，来啦，再个我哩啦，还三百，还是五百啦，来啦，一个一半啊。要收哪只只？哪只只？就我话只，反正让你吃好爽，中秋节快乐，不来啊，不搞过来啦。哇嘞嘞，来三百块嘞，来鲽鱼买300块，黄金鲽鱼300块。哎，都无关领导哦，伤济呀吧？好了，你无钱哈？你无钱？来，这样抛一换，500来400，三来200好，200块来，过年啦，鲽鱼200过来，拿收钱。老师，我一个银钱尔，这安尼袂贵，袂贵个。来200好，都继续，你吃到饱来，老师哦。而且一两个蛋仔翅个只，用这个就会使来。来，俺都来了，俺来了，吼，不是要再多啦，吼，睇起来就是好耍啦，不要浪费，不然鱼在那边啦，真正好吃啊，来鲽鱼两百块，没有鱼了，够啦，来啦，上午晚啦，分餐一下，比较快啦，会送啊，来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真正小夸张了，鲽鱼在那边，来两百块来，给你两百，好，喜欢吃鲽鱼两百块，喜欢咱吃肉食好，来两百块来，你再去搞一条无？来去摸一下，看先几小无？来两百块，两百一明明吧，两百块，我买咩啊？一个两个哦，两个买俩哦，一个小姐好不好？来，阿丹小姐来，谢谢你。来两百块，这样都买到了哦。啊，其他我要收起来哦。鲽鱼两百块，这先，等他算礼拜几，赶快就对了。来两百，5431啊，谢谢。做什么料啊？你汤，红米饭好不啦？嗯，红米饭。我做什么计算？你搞咩咩？来红米哦，红米我几百下人去，几几万几的啊？我没有几包了哦，只有五个客人买得到，大颗的大颗，永远在他们馆料里来，来几两几包的黄金，那家面包包来三包货，两包，拿起来，来成两包两，两包加那两包，两包两包两包，看到啊？你现在在家里也抽菜的，没有关系，加两包来，没有了黄梅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货真的很少，我就是要炸这些物件哦，你都无法做这些物件，来。进大出小腿，太累了，再短一点，再练个够没？对，几位小姐坚持去，别带啦，加鬼按规矩调，来，来，进包中底，哎，这一包就1.多公斤了嘞，不是1公斤，是超过1公斤，2包500，进大出小腿，只有1、2、3、4位客人，这一腿看起来就有另应该怎样了哦？1、2、3、4的一个人2包，他被3公斤了、啊。卖俾你200，卖俾我500块，行队来300蚊，300块来，来弟弟你要2包就好了，来300块来，你要4包，来劲辣吃小腿来，来300块2包300，不是1包300，是2包300。进来进来进，来最后没货了没货了，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，对这些也没货了没货了。不明啊，不要搞笑对，没货没货，谢谢。没货。这汽车工作人员来，上面讲大热牌啊，谢明姐。大哥大哥。大队啊，来，你们动作快一点！哇，把这要出来啊！把这大队排对调，不敢叫我后面，我无专心，我全没得发起的。来，过来，卖货了，中头包包，没货发。来，两包，好，有些准备消费啊，进菜了。来，没讲大队排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剩下这里而已哦。对行，对欺诈，拢讲好吃。这样买一袋来500，来袋4500，拢唔免。你看要几袋搞，买两袋就要带哦。一袋买500，买4500，来300嘞，300块来带嘞。来，我给你两袋，两袋。边个过？两袋啊。四个人给两袋，我过了。哎呦，
两片五百五，一个三百。大概一片。您满意了？来两片。一片三百，两片五百五。真的啊？真的。找四百五。这几片三百就秀了啊！一片三百就秀了。我一片给你的。一片是三百哦。来，三百红的啊，三百两片。来，我。两片五百五，所以它给点大肋排，超级好吃的，用烤的。哇，要求这三百块一片就好便宜的呢。正是安尼内行啊，你切个细的内行买晒。哦，用烤箱你就切小片的，你要烤肉就整片下去，安尼行够半刀。在龙外啊，哪一个买一片的？我喜欢买一片，那两片不用。不用考虑啊。你不要吃菜，不要吃，待休息点，待吃车点哟。你每摆到我上班，来吃普烧慢的来，就被死我好几摆吃，我不吃不到六百，我你慢慢吃到百块。来，我们再请过来。五三卖，最多一份都卖两千哦，来两只来三只，一只就三百八了。飞甲去盘来一千块啊，都不用两千了，今天不要卖你两千，来一千块来五三卖，不贵啊，给配掉啊。哎，现在五三卖没有像你们看的那么便宜，这个啦哦，真正的爱卖你偌济，这真正三百啊啦，好便宜啦。这一只都超过两百克呢，不含酱汁的呢。来一千块，上面讲五三卖呢。来一千个五三万，一千块，一二三四个客人，懂吗？现在我礼金两包一回来一千块，你看我礼金一包一回啦。我这新的一千块钱，我可能买会到啊。谢啊，给的，来五千给你。没冰箱。不剩不拿，来一千块的，一千块来，有了哈，有了，都装起来了。五三万真的不可能那么便宜。来一千块，最好三个人给补三万，弄都没了啊！来，感谢您来，来最好钱补三万，一千块来，补三万几千块，来出去玩了，这就是。来，给我撒点冰哦。来，那个虾子好了，来虾子我分一下好了。虾子有买虾子举手。来，五片黑啊，这条片也要自己结完了。好，想办法。这个钱都拿完了，麻烦一下哈，来举个手，让我知道哪里有问题。我回到家大概还要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要加一块冰棍，我可以再吃一点点，睡觉做一点麻辣啊，后面还有吗？后面不是吧？有买虾子的，鞋啊，上不搞挂掉鞋，上无咩鞋啊，挂鞋啊，很奇葩嘛，鞋啊，那个不是蛤蟆，鞋是可爱鱿鱼的，所以我很多买啊，来啊，上不挂鞋啊，洗澡吃饭，你买两份，你买两份，家里一份是钱，还有请我的请我一次，还得两份没有给你哦，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有，我还得请个什么鱿鱼啊，来，鞋啊，请我快点买来，蛤蟆四个客人，来，大哥有，来。来的，谢谢，两份两份，来进一片没啊？香了你啊！我是不是哦？有要来？我是不是三只龟箱的呀？没啊，纯只箱呀。来，有三只。来，各位有鱼，各位有鱼。没有。来，各位有鱼，来，各位有鱼，谢谢三妹。这边。都快点啊！拿错了。来，好，安尼黄鳜呀，还有啥什么名？什么名黄鳜呀？啊，来。哦，阿哥会讲，挪威这边要求哪多少啊？几多个？限制的。赶快美国发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赶快挪威这边三百块。我会慢慢帮你们装。来三叠，来四叠，来五叠，来六叠哦，你七叠哦，你来八叠哦，你五百，来三百块来，而且三叠七百九五呢，加八叠啊你，我卖你五百，你少个，你七百，你三百了，三百块还不够叠哦，还不十叠哦你来，五个人给你，来三百块，挪威这边会拿，赶快。挪威的金鱼片，来三百块，来四点，来五点，来点七点，来点八点，来点九点，来三百六，挪威的金鱼片，赶快啊！真的好吃，来三百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最后三个客人呢，提价税，对，针对他都提了，来三百块，把这边请回吧，来这边大家一份来，来最后两份挪威金鱼片，来三百块，来还有人需要挪威金鱼片的，好，有，吓到了。三百块哇！哎，存的没浪费了，对吧？这个经理说说完了，来三百块，五十三二，来谢谢，来六千啊，来你对，二来，阿你个人加一点啊，这点给够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只有拍这个，我回去要做别的频道的东西啊。来，要吃叉烧猪肉，你们准备行吧，看好哦，这行改作战哦。你无要咸肉，无要紧，还是讲你咸肉食不完，都 OK， 坑的，这当真，下当七十分钟以上的，这个叫做叉烧猪肉，
它是一片一片的说，你烤起来很适合。一包九十，两包一百八，三包两百七，一杯三八，七包过一叉烧猪肉，来上。张五妹，让我来，把丁妹摆了，来让丁妹摆，不要丁妹摆，看起来张还抬起来。我感觉时间快出去，多余过来看你打干嘛？来去四百，你给那个行，给那个菜，给那个煎，给那个炸锅，没五百，没四百，三百块，高兴啊！真正好吃，来两百块的，两百块，叉烧猪肉，椒头茄，那个下来，两百块的，两百块，我是错的，低价钱哦，你买的，叉烧猪肉真的很好吃，来两百块，这两百块八百啊，你是四百的呢？不是两百的，来两百块来叉烧猪肉，来两百块来，超级好吃的，来两百块来。够了没吃吧？叉烧猪肉，通通有了吗？来，小姐要来，赶快赶快啦！这个不多了，只有这一箱而已了，卖完就没有了。来，叉烧猪肉没吃吧？冷巴肉，它里面是一小片一小片，所以炒起来煎起来都好吃。来，冷巴锅两，用烤的用炒的啊，去砂锅都很适合。来，冷巴锅两片的砂包，来去包里来冷巴肉，叉烧猪肉过来都快点往。我来哇哈，谢谢。我改了，明天你请饭了啊！来，干杯，说啥呀？别吃，干杯说。真的好吃，这个你们办桌，你们红听哦，你参加拢要吃袂啊？八粒十八二块，一个人去吃十粒，十二粒、十三粒、十四粒、十五粒，两百，免两百，免八五，要吃干杯说一百块完了，一百块应该只有三个客人买得到，一个人拿二十块回家，一百块完了，干杯说要一百了，一百块哎，不管要吃干杯说，你不行，我来，一百了，那么人要吃我家这有意思，来，只要人带钱，我给五粒，一百块来，干杯说，一百了。二十五块了，要求节气，二十五粒等于真真季节，七炸锅拢最好吃嘞，小朋友跟日本炸饼东方多少钱来一百块，二十五块给你来，干杯输都有了，没有人理我，好，谢谢。你今天直接被喊吧，就啊你个姐姐来不好了，被喊吧，特别喊起来。来，鱿鱼圈还有吗？最后香了，来这个不多说了，一包一公斤，你可以炒，可以烤，可以煮汤，可以煮粥都可以。来，准备起来，一包来一包啊，来两百块完了，两百块来。哎，鱿鱼圈呢？有够大块呢！哎，一包两包，够少来，来招一个人过来，两百块了。两百。无个人给买，对不对？一包是中大海王，不是四。不是一包哦，两包给你，不是四百，来两百块，无个人给买，一点，请你们去。两个三，无个人给买，请你。不是我睡觉吗？快点，好甜。五个客人而已，我黑我已经停了，停了，你是谁啊？我两个，一二三呀。黑我已经到有四个还五个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哦，还有其他的，你要少一点。而且是可以钱，有啊。很多人在学我，很多人在学我怎么样做黑我已经到。我啊我啊，一下对吧？多人在学。开始。那拿起我们这边买东西啊。有奖。没有办法哦，一点爱客气，安尼你看我只剩两个，来，你吃柠檬汁的白，无介济哦，后边竟然剩两箱了，来，一个人加廿十几，等于千，等于行，来两百块完了，两百块来柠檬汁的白，有买过就知道了，我们家柠檬汁的白超好吃的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小姐你要五块钟，赶快钱给我，我们只剩两个。就是这么有才华。他拿去分得了柠檬汁的，不能。哦，这是五谷桶的，用煎的用烤的很适合。来，冷爆后来给你柠檬汁的白，来右边小姐要哦。来，冷爆后俩柠檬汁的白，来最后两位，最后一位就好了。最后一位。来，阿北杯柠檬汁的白，来大哥要哦。我不拍小姐。这样公斤给你啊，别行，你别请问你想多少啦？来，喜欢其他的都做。来，柠檬汁的白嘛，可以来。哪个人不关掉我？我也不关掉。女生胸部很大。来来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今天慢啊，今天慢啊，地方很慢的。所以你先干不 ？OK。逛市场。来，看到我。来，你忙起来吧，上个快点。黑男就在这。来，冷爆红脸了，脚松开了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一样十片给你们哦。哦，十片哦，十片。还要求。先大机啊，还可以啊。太大只了。对啊，我猜测是各种人在我那讲。收大，给对牙口呀！来，冷爆过来，来，小姐要哦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而且没有骨头，真的用烤的，用煎的，很适合。哇，好呀，我排，牙那两个很好吃。来，柠檬汁，来，给你最好的，来，这就是他。来，靠近，来，这边。两个人还没听哦。红哥，俺跟不有柠檬汁的来。哇，二八给你换换水。
给你，我帮你拿，等我一下。来，光明街，准备光明街。小姐啊，小姐啊。还有一个。来200块来，柠檬汽水买来。过来，过来。给你。来，柠檬汽水买上，快点去。来了，大红。这边的那呀，进来。你要烤肉，没有要烤肉都没关系，这你要烤当然很适合，很好吃，相当的好吃。啊，你不要不要，你给这个煎煎的，会崩得哦，小把崩得出来啊，来，一克啊20片哦，免500，免四啊500-400了。这样没几克啊，20片哦。这个叫你20片哦。这个真的是大包装的啦，这卖350就很便宜的啦，没啥活来上班。一人一克啊，两克啊，古仔你买，唔免300，来200块，来200块来，来烧肉片，一块烧肉，20片哦，不代表你，我还买2克，来200块来，一盒200，真的很好吃又便宜，来大哥买2克来，来进来炭烤烧肉片，来大哥也要哦，来200块来，可以烤肉不烤肉都没关系，哦你用现在气炸锅拢有方便，来200块最好2克尔，炭烤烧肉片各上多瑞两，来大哥要来，大七，一盒就好了哦，来200块最好结两克，大七，炭烤烧肉片。来，后面大哥要来，小姐，我先给小姐收钱。小姐收钱，头家讲袂。大气啊，龙哈。头家讲伊家己要行嘛，嘿，我叫伊来。你也看到有之前一个来这边看的，哎，这上面摆渡的山啊，哈，去了他。没跟讲啊，来，我们去啊，没讲吧，我弟弟今天摆渡多少？一小袋来300块完了。小姐来，找钱吧。一包就200包了，不要买300，还搁找伊再退去啊？没有时间了，没我啦，没我啦。免五百，免四啊啦！来300块，多几块，超好吃的。来300块，来，不是一包，是2包给你。来300块，来，300块，这身白煮的哦。哎，我来红烧的几块，我来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当白煮的啦，真正好吃啊！这300块了，这红烧也煮的。啊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来，蒜里面1000克，1000块来。水当当，水当夯呢。李伯包着，很多人都靠烤鳕鱼，非常好吃。来，外公啦，免干1000啊。来500块先交钱，要来算你500块，把咱两个来400块，来三条你200，来四条你800，唔要，十块500块，一个要。一个客人买一份，来500块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中秋节快乐哈，来七条个上面，来500块，鳕鱼500块来，赶快，动作快啊，算你，哎大哥你好，哦中秋节快乐来，来算你500块来，快快这三天的啦，你今仔两个紧吃起来啦，明仔再过来要 OK。来300块，我今年无人招要行啊！我等下出来。做瑜伽的。来500块来，七条给我来，五片哦，三片哦。来500块，算你拢关了嘞。我姐妹啊，来你收看好，来500，算你500拢关哦。好，小算你收两片，来我们比收更好，来收更好，不要重复干什么？来这里有5斤，5斤这个人家要卖4片，50块。高的，你是白的，你看起来足高，我呢我呢比足高，实在是了来。这样买200块伤济，100块了，200块来。200块几万来个了？我呢比100块，200块，200块，我呢比。对，收多少钱？不用5个。1000。全部4个客人吃，一个吃金华王，来100块，我呢比来。你要煎哪号？你要虾哪号？你要叉哪号？你要猪肠哪块？我呢我呢比足百变的，100块了，100块，怎么是？不是1100多。对，是，100买1000多了啦，好，来，我们里面100块来，通通有了吗？几个？三个，最后一个，这一盘就是你们的，我给四爷让给先生了，等我啊，来四个客人，对，开始，观众该说了，最后一天，来，你再收过来500块，睡吧，我宝贝来，公斤给我，但是先收一份，来500块，收哥，500块来，后面还有小姐吗？还跟不有500块往，来500块。下去也是小哥啊，还是老一点的。来，500六，500块，小哥500块，过来，你找小哥嘛，来500块来，给你，各位姐的，来500六，再，大哥，来，我跟俩是加对了，开始了。你想象对比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这么急，大哥呀哈，这么急，你厉害嘞，你要不要赚钱？没有，老500，小哥500块来。
来，个人无关掉，收工啊！来，我放过来，五百块收工啊，拢关掉哦，通通买到了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德贝姐先，小米来，是黄鱼没错，是的，是黄鱼，可以吃的。来，黑庆天使专攻。